OK， 咱们来看比赛哈。给大家看一场有五组的一个这个单枪赛。这场比赛的话，我还是非常喜欢。观战方是一手道堂，对战方华生寺。这场比赛应该来说是一场原汁原味的一个比赛啊。为什么说原汁原味啊？就是这种祭奠梦幻老玩家的一个比赛。观战方触发一手仙姬。七十二连挡到对战方的一个前排宝宝，配合着壁垒差一点点没有清掉。这个勇武组的一个比赛的话，硬件来说应该都不是那种特别顶尖的啊。可以看到观战方也是拿了一手小屠龙，这把武器的话你在打 PK 的话真的是见的特别少啊，尤其是一个大堂去拿一把屠龙。观战方后发一手，可以看到对战方的一个宝宝的一个质量是要明显优于观战方。后发2700，观战方的一个伤害也是在线的。观战方宝宝再次被清掉，那这场比赛的话其实打到现在的话应该这个思路也很明确了哈。观战方想赢的话还是有点困难。大唐点杀还是强，但是你说去清宝宝的话还是略显弱一点。观战方拉出一只蚂蚁，对战方出一手战敌，可以蚂蚁一手二连直接打飞了对战方的一个隐身高空，一手二连再清掉对战方的一个后排。对战方较量观战方的一手分度，观战方也是逐渐的把场上的一个局势给拉了回来。双方的一个宝宝损失的一个比例也算是1:1啊，但是可以看到对战方场上的一个宝宝质量应该来说是更强。观战方继续后发，打到后面观战方的一个宝宝质量直接没法看了。不得不说大唐清宝宝的话还是太弱啊。